来宾完成任务即可下班，主持人至少需完成两关。第一回合不眨眼讲笑话，忍耐项目眨眼计时讲笑话，眨眼则停止计时。赢了立刻屁股拍拍，直接走开。哇，直接就下班了，好刺激哦，好吧。好，先眨一眨，预备，一次眨个过瘾。其实好紧张。开始。红灯停，绿灯行，那黄灯呢？黄灯回。啊，有一。8秒，我就真的想拉了嘞，拉了嘞，拉了嘞！预备，先赶快先扎一下，舒服一下，舒服，整个闭起来都没关系。七。老师问小明说：“你有亲弟弟吗？”然后小明看到他的下面说：“我。”哎，到了啦！我弟弟就我亲不到哦，有亲弟弟吗？有亲弟弟，我亲不到。亲不到，眨眼了吗？我眨了，眨了，眨了。Sorry。所以哎，12秒算最多了。哎，不错哎。雨桐，雨桐，来，雨桐，预备。好干哦。开始。我忘记要讲什么。小美有一次回家就问妈妈说：“这种很危险哦。”她问妈妈说：“为什么课本里面的人都会有一个叫做仙人呢？”然后妈妈就说：“哎呦，那是因为对死掉的人的一个称呼。”她说：“哦，那这样子的话，过世的奶奶是不是就可以叫做仙奶？”然后有一天，小慧她打电话给她的同学小美，然后呢，打电话过去的时候是小美的妈妈接的电话，她说小美不在家哦。她说：“那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呢？”她就说：“我叫做小，我姓魏。”她说：“哦，为什么？”她说：“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我的爸爸姓魏啊。”她说：“你要告诉我全名。”小明他考数学考试，他的爸爸就在家里面等他，因为他知道，就是他想要知道说小明到底这次考得好不好。好适合演盲女。后来，后来呢？就是他爸爸就在那边等他，他就说：“小明来，你这次数学考几分？”小明说：“我考3分。”他说：“什么？你是考3分？”揍你！来，手过来，他就很用力的打3下。说你下次还要考几分？小明就说：“啊，我1分都不敢了。”你好厉害！还三个故事耶，没关系，还要继续吗？唱一首歌。那我问大家，知道什么动物不会湿吗？不会湿，不会湿。你知道什么动物吗？鸡。哎，你怎么知道？因为鸡不可湿。对，不可湿。1分52秒。不用回来这里，直接下班。啊，这样真的吗？第二回合，麻到你不要不要的忍耐项目叫，脸上贴低周波子器，分享难忘的爱情故事。好的，狂电100秒，所以一个人只有狂电100秒的时间而已。然后呢，你要讲一个永生难忘的爱情，100秒内要讲完。OK， 比什么呢？我等一下再告诉你，比完我再告诉你。不知道，好吧？要补习。对，那这个故事的完整性其实还蛮重要的。哎，让我们听讲，哎，我听得懂，好吧？计时，慢慢来，100秒，不行，要一次吹到5嘛。那你不要超过。不可能啦，我来监督，我来监督，会公平的，我们很公平的。好，预备，对，给观众看一下，来，开始。有，我高中的时候，我暗恋一个男生，我非常喜欢他，他也跟我说喜欢我，然后可是他不肯跟我在一起，我跟他告白，我说我想要跟你在一起，我很爱你，他就说不行。结果后来不要才发现他朋友跟我说其实他是 gay。 我讲完了，赶快多想一点。然后呢，还没到100秒，发现他是 gay 之后，
我真的很难过，我一直在家很伤心。我那时候甚至希望我可以变成男生，就可以跟他在一起了。那是我此生当中最爱最爱过的一个人。然后我就这样，啊，收起来了，收起来了。好，时间到。好好，这是第一位。哦，拉拉厉害了，这垫一下，预备，开始。哎，你只垫他一边，另外一边没。健康不动，先达到300下即可下班喽。好的，那么这一关呢，啊，必须要说出来啊，分享人生最疯狂的事情，好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你可以数一下脚上面的计步器，300次，你就可以直接下来。好，拉拉，好，预备，请上。那同时上吗？上。哦，预备。计步器开始，拉拉。我在疯狂的事情。第一年。我初恋男友第一年生日的时候，我陪他。来，赶紧！我当年出的时候，三百，我当年出的时候，我在学校揍一个男生，我把他打到哭，因为他那个时候在欺负，在欺负流浪狗，然后他们一群男生都在打狗，就讲在高雄流浪狗，然后我就揍他，揍到哭。15下，这边15下，15下。为什么？我讲完了。什么数字？讲完了。来，孟多的故事。十五下。你多少？我之前，315。你278了，快。你278。我之前当歌手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呢，我在每天训练，然后在韩国的时候，没有遇到很漂亮的女生，结果网路上认识到配海盗的很漂亮的女生，所以呢，我决定要找她。买瓶鸡片。结果他本人像乳牛一样肥，我吓到，所以那天晚上，对啊。
鞋是穿着穿着，我们准备下班。我看有没有坏，十五下而已，没有没有坏啊，没有十六没有坏，没有坏，十六十六要到300。好，你继续，那我们都可以下班了。